那今天就是我们要公布答案的日子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古线报是什么颜色。古线报是什么颜色？答案就是蓝色。木瓜什么颜色？答案是粉红色。其他地上是什么颜色？答案是黄色。还有就是什么颜色？答案是白色。你们都答对了吗？父亲节快乐！